四十年脚趾泡酒喝下肚，男子豪付15000元罚款。Here goes。到底是加了什么东西到酒杯里，让这位大哥一饮而尽，表情还非常丰富。谜底揭晓，就是这个真人的脚趾。加拿大道森市这间旅馆有个40年历史的腌脚趾。旅馆会把脚趾泡入鸡尾酒中，民众只要喝完，让嘴巴亲到脚趾，就可以免费成为俱乐部的成员。Congratulations, Roger. Thank you. Welcome to the club.不过挑战者不准把脚趾吞下肚，否则要罚$500。日前美国男子马丁也跑去挑战，他一饮而尽后居然把脚趾也吞下去了。工作人员发现后，他很豪气地拿出$500丢在桌上后离去。1973年，一名迪克船长把捡到的烟脚趾丢进酒杯中，开启了这项长达40年的传统，脚趾也跟着流传了下来。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被人给吞了，当地居民和旅馆正在想办法弄出另一个烟脚趾，同时也不排除把罚金提高到$2500。动新闻 It's a lot of fun 报道。